们再把熊叉、熊勾起来。我把木做两粒熊葱，一起想把牛来去，再当初就把熊干也拆。今天怎样？把熊干也拆，这是五个大爷罗马斯，那就是一滴中马斯的汤米，软的老脆糯。阿布罗的马斯实在好吃，很会烹，所以太多一起加碰回碰回。不要问怎么样，快点把蛇取得，来吃吧，你吃吧。哈，阿爸、阿母，要吃饭的时，在口袋已经无饭通吃啊。所以问怎么样，爷爷讲，阿母来把蛇煮了伤少啊，要吃就够开。到尾啊，我连半块把蛇吃，唔通太滋。这种感觉实在有够赞。阿母落的肉丝通人知，人亲戚朋友拢嘛食过，而且还特别来请教煮法。阿姐姐有一摆放好东西，一日农看着阿母在灶骹煮菜，我了已经准备好一盘好好的肉啦。我就知影今仔阿母要卤肉丝，我大声喊阿母讲赞，我嘛把卤肉丝一罐写落来。阿母哪准备吃了？她甲我讲煮法，首先爱甲切好的肉夹，放互了一边汤，掺入汤、冰糖、果酱放落去炒，还佫爱淋红酸的豆油，上尾啊，佫爱滴滴煮茶的辣椒味，落去滚、落，当然火烧高嘛会控制会好，安尼就老煮互人老脆软，食袂酸的肉色啦。讲起来真简单，不过我家己是干无落来，是老粗无趣味，就是无阿母的趣味。我问阿母卤的肉丝，哪样较好食？我知影，阿嬷食卤肉丝，把阿母加饭，阿来传予阿母。阿公阿嬷是非常团队，无怪阿母卤出来的肉丝有种好食的口味。阿母较过会晓做饮食爱食。Okay.